求你们吧，让我把盛装送出去可不可以？烦死了。这一次盛装是真的好看，所有的特效都好看，所以我才决定要送给你们，可是你们根本不给我机会。唉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听此姐一细说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求姐解开你们所有的疑惑。我是真的很好奇，到底你们要不要免费的盛装？如果你们不要的话，我就不再办了。求姐分别在 TikTok 还有 IG 呢发了这部视频，就是说呢，只要但凡视频破一万，我就送一套，两万就送两套，三万就送三套。你们要不要自己看？明明在 TikTok 已经破一万了，但凡看过这部视频的，直接转去 YouTube 那里看的话，直接啊就可以开启福利赛。可是你们偏不。Nice. 那所有人要知道呀，这个盛装呢是真的好看，外形好看，特效好看，淘汰播报好看，全都好看。可是我要送给粉丝就好像难如登天。今天再给大家一次机会，现在直接去搜索和平精英求解，点开了之后呀，最新的这三部视频呢是给大家机会去参加我们的盛装福利赛。方法很简单，只要在这三部视频当中呀，最低破一万就送一套，两万就送两套，三万就送三套。要去到这三部的评论区去下班评论，我要参加盛装福利赛。这个活动呢会在8月26号开启，直到8月27号的00:00凌晨。如果但凡达标，我就会在8月27号，也就是明天星期天，开启我们的盛装福利赛。当然你们猜一猜到底能不能达标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所以还在等什么呢？赶紧去参加，并且分享给你们的朋友，让他们也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。再办不了的话，这个盛装下架了，我也送不了给你们呀。你们赶紧争取一波，给你们时间不多了，赶紧去走一波吧。